对，我们又继续玩我们这个叫做五十 room 的 level four 游戏。第十一关。哦，希望不要太难。M O。哦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七是八十八。奇怪 ，love 九二五四九二五四 ，Oh no！ 哦、oh, ，这个东西好熟啊！结果我又要重新来过。
熟悉的声音。怎么转动？但是没有。怎么转啊？等一下，我要怎么转动？转的东西有点混乱，应该是这样没错。诶？诶？这个啦。我好混乱啊。
在刚刚是二吗？七还是一啊？第四个是圆形。算了，重新再看。啊 ，OK， 那是第九个。跟着顺序的话，圆形是五号，然后这个奇怪的盾形的是四，然后这个是九，另外一个是二，那这个是二，然后第四个是。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看好了，所以只是把它由小到大排好就行了。刚刚东西在哪？什么意思？
什么？看不懂。什么？那个又是什么？太未来了，我真的是看不懂。Play this game. Play what game?真的是看不懂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应该是这个，为什么这个又不是？这到底是什么？我已经玩完了那个 game， 这个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。Password， How do I know？ 哇！下面跟上面只是近，然后是要全部加起来，这样啊。上面是二，中间是二跟四，二四六，一，二，二四六，四六三。Look.
尽力。是这样吗？哇！可是这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啊？反过来加上去好像也不对啊。变透明一点。我再看根本没意义啊。加起来好像也不对，二四六，蓝色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我直接看号码，我直接看密码，我会疯了，直接看答案。怎么是最右下角那一个？
I am ready.警察先生。
别闹啦！真过分啊！这墙壁还会复原，你知不知道？别闹，你快滚回去喝茶啊！是我装得太吵了。项链是 Love， 应该是这个，然后应该对的吧？鞋子也要吗？鞋子是应该对吧？错了吧？哦，对的 ，OK。
概是那个样子。耳环是圆形的，头上的是这个。哎，错了。耶、yeah ！好吧，暂且就先玩到这里了吧。